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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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他们的前奏挺好听的，嗯，现在蛮多这种风格他们编曲一直都还挺好。的。嗯，我觉得能坚持这种电影梦或音乐梦的人真的很厉害。就你之后有可能回去搞个乐队吗？或者继续我唱觉歌？得我很难让爱好成为工作，其实他就没有那么热爱了。就我在想，要是我真的做音乐什么的，怎么样呢？但后面还是觉得不太现实。然后我金牛座嘛，还是个相对来说务实。务实一点的星座，对，所以还是会有很多想法都不会飘着，我可能就落地了。就觉得当爱好就好了。对，很多事情其实当爱好就好了。那你现在觉得简单的快乐是什么？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就还挺简单的快乐的，就是我真的面对着海，脑子就是放空的。就最近在小屋这段时间啊什么的，就好像就是跟自己的一个对话一样的感觉。感觉是好像是人生旅途中休息了一下那种休息对站的对感对觉，对对对对对。静下来，慢下来，slow down。你知道那个岛吗？哪个岛？最中间那里。什么岛？情人岛，一个娱乐项目吧。娱乐项目。就是它可以用船载你到那个岛上露营。我以前就是露营过，然后觉得还挺艰苦的，就是我之前有一次是在，你知道三明吧？三明。是福建的一个城市，然后我朋友说去爬山，爬了一整天，所有食物全部都坏了，然后最后就到了那个山脚下，那山脚是一个寺庙，就很神奇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们带了帐篷，好扎在寺庙的那个台阶上面扎了个帐篷，真的，然后那个帐篷就是冷到不行，因为还是山里嘛，我记得是半夜我都睡不着嘛，太冷了，然后后来有一行人他们想来看日出。就开车开到了那个山脚下，就是我们走了一天到的那个山脚，然后我当时就请求睡到了他们的车里，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晚上。这种经历真的是，有一次我后来就很少去露营了，真的就没有去露营了。昨晚是我第一次，对，昨晚是从那以后的第一次，但是我就觉得很美妙了，已经很好了，已经。在哪呢？这边，这边。不错。你的腿还好吗？还好，还好。今天好一点。你早上去的很早吗？去公司？今天本来要拍几个东西的。是服装类的吗？还是？都做一点吧，美妆啊、时尚啊，都做一些。主要还是美妆时尚，大女主也不搞笑，主要是谁要搞笑啊？真的是长得漂亮，谁要搞笑？我能做时装，我也想去做时装，好吧？真的吗？我还挺羡慕那些可以做搞笑的，我觉得挺有趣的。看你的目标人群是什么？我们搞笑的目标人群就他们又不买东西的，但是每个人都要快乐呀。对啊。就看到好看的服装，这些也有人会快乐。哇，这么大呀！吃吧，没事，吃完打包。谢谢。我们这个已经十天了呢。就这十天，你感觉还好吗？挺不一样的。就每次回家还一堆的人在，对，就不像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住的时候的那样子。其实我是觉得有点回到了学生时代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有点回到学生时代那种很纯粹的感觉吧。对对对。这话 Simon 跟他说过吗？聊过学生时代这个？没有。好像没有啊。哇。
Simon 该怎么办呢？哇，天哪，高中毕业都已经六年、七年了，感觉还在昨天。我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我只上了两年大学，所以大学感觉过得很快。为什么会辍学呢？当时就想去北漂当编剧啊。我当时就是去北京，然后就跟着那个导演，我待了两年多。哦，等于讲你在大学那两年在他这儿补了，可以这么理解。那也挺有意思的。对啊。那后面为什么会去做脱口秀？到了后面就会发现没有成就感，当电影编剧真的你需要沉淀个十几年吧，你都不一定进得去那个核心的圈子。我在他那里当编剧的时候有去偶尔讲一讲，然后后来就我们现在这个老板就说要不就过来做吧，然后就来了，一直到现在。志明春娇我是很喜欢的，还是看了挺多遍。他影响太多人了，我发现，尤其是九零后。对，我第一部的时候我高一高二吧，我也是呢，对，差不多嘛，高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也深陷其中。那个时候就会把他带入自己。对啊，就是浪漫。哎，对。你喜欢什么电影？那个爱在黎明破晓前你看过吗？其实我一直没看，因为我看爱情片看真的比较少，可能没那么容易被爱情片感动吧。但是爱在我迟早要看的，我已经跟自己说了起码好多年。我感觉爱在是不是每个女生都喜欢？也不是吧。也不是，但好像每个文艺青年都会喜欢。我去巴黎的时候还有去找他们那个书店，爱在三部曲里面的。哦，先把爱在看，我今年也把爱在看。今年我发誓。那现在几点了？快四点了，要走了吗？我也差不多走了。好的。